你还记得你选的立委在国会说过什么，提过哪些法案吗？哪些提案比较好，又好在哪呢？议题实验室尝试拆解议题相关法案，目前已经针对六个议题完成53个法律提案分析喽，让法案变得简单，变得好读。点两下，看懂法案很简单。卧草议题实验室。